根据台北市政府卫生局111年针对65岁以上的时段功能评估调查发现，北投区的时段行动各用的比率是12个行政区当中的第一名。为了要改善现况，北投区健康服务中心特别针对区域的特性，规划绿林建立串联运动模式，结合公园建造，使用运动器材进卡体验，唔忙会当鼓励时段继续来运动。老大人除了要注意饮食，还有规律的运动，才会当保持健康。不过，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的调查，北投区时段行动异常的比率是12个行政区的第一关。因此，健康服务中心特别结合北投区地理优势，规划绿林建立串联运动模式，优化时段运动体验，强化继续运动的行为。第一个就是他先到公园，利用公园的运动器材，循序渐进，让长者去训练他的心肺势能，训练他的肌力，还有他的柔软度。然后等他体力变好了，我们再加入健走杖，用公园的健走步道，让他去练习怎么用健走杖来走路。这项模式结合公园器材、运动棒、双筋卡等等元素，甲过去简单的运动模式无同，丰富更多元，乃当达到健康促进，乃当增加大家活动。他走到那边以后，做了舒缓运动，然后就可以利用那边的泡脚池来泡脚，然后可以放松，然后舒缓他的肌肉疲劳。啊，所以这个方式不但是一个健康的运动，还是一个身心里的那个愉悦的旅行。伊唔那是一种运动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展现，替时代生活加入新的活力甲乐趣。北投区健康服务中心未来嘛要继续来提供更加多新创活动，和时代有更加多运动乐趣甲社交的活动。记者尤祥婷台北采访报道。